奶那个成绩，这垃圾就是奶的。说起在我们成为大人之前，还跑，在全年的那个章节，从来不用费力翻阅，是吗？是盛大祝愿或隆重庆典，那是从前最普通一天。我们只是吹着风聊天，教室和操场之间再来回跑几遍，最后一关汽水留给走廊的窗边，一肚子在光里面。咱俩这身体互换了呀，一直把三班当成自己孩子，就偶尔放弃一下他们没什么的。那如果我也放弃了，他们就真的被放弃了。我们看过日落也跑过长街，三班那帮垃圾上坡路吹着天，我的傻话已经很多遍，凭什么因为我们成绩不好我就觉得我们啥都不行。少年时代里面永远有个滚烫的夏天，别一说难不行了，死了难就必须得行。他像是某个倔强少年，不肯松开不肯凋谢，多久多远我都知道，我们的无限，我们的从前。讲课真累，听课也挺累呀。